好扯啊，为什么你们会来啊？你们退出演艺圈？这里是槟榔摊吧？你来啦！耶！这还是我们师弟，好白痴啊！走步后了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哎，让我们算一算。你还是一样帅呢，都为了营业中付出。其实我是反应很大，因为我真的是傻眼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愿意接这个通告。我当然很开心他们来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愿意来玩这么大这样子。以为是来到玩很大，哎，请问你们是有预约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预约，要看耗子表演吗？乱，你们啊，谢谢，真的假的啊？耗子，我们一定要强调，他真的来了啦！对，真的。你好透明哦，哎，你怎么太辣了吧？好扯哦，为什么你们会来啊？你们退出演艺圈了？这里是槟榔摊吧？你来啦！耶！我刚才想说是你，好白痴哦！你不是转幕后吗？好棒哦 ！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你不是走幕后了吗？对啊。你还是一样帅呢，为了营业中付出。我到现在还没跟他和好啊，没有没有要和好。最近的事哦，对啊，刚刚就今天没有要和好了。今天吵架？没有，这两天。为什么？难怪你们看彼此眼神怪怪的。没有，我们连看都不看。因为他现在是店长，客人还没来就先吵了。他知道他偏武则天了一点。哇，来了，女王。昨天是你吗？屁嘞！我是觉得还好吧。讲，我们就不回应，看可以多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啊，不然就干脆现在来解决了。因为鬼鬼昨天跟我聊了一个小时，所以你们在，你知道他们吵架？好，我们也要和好了吗？没事啊，和好了。什么啦？他可能不想和好，我就说和好了，和好就算了，小家子气。人家女生都说要和好，不和就是太熟才会这样啊，就是就会觉得，因为朋友一起工作，就会觉得说，我讲这个你有什么不懂？啊，我这么辛苦，你有什么不懂？哎，我觉得我当店长当得很无力，然后他说我是武则天。他其实就真的很认真，要把自己事情做到最好。是啊，但是也不能说我不认真，就是因为我。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一句，这样那一句话，就是稍微在大家很认真付出的时候，有一点过不去，这样。真的真的哇，慢慢来咯。是一个蛮晚。